是谁？你说这叫逆向健忘？恐怕是因为亲眼看到佐藤警官中枪。小兰姐她会不会看到凶手的长相了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个凶手也许会要小兰姐的命了。啊，小兰！他为什么要拼了命的救我？当然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比任何人都喜欢你。名侦探柯南，瞳孔中的暗杀者，星期日晚上8点，就在某某亲子台。